现在五折哎，但是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角色啊，我现在真的觉得很烦哎，到底现在是要怎么样啊？比哎呦，要抽吗？应该是这个啦，重点应该是这个。还不然你标题就是800元宝十连抽啦齁。800元宝十连抽。800元宝十连抽。我的单玩盖了。我的大张良齁。所以你会发现他角色其实非常有趣。重点是我们抽到的我们都有了。我跟阿里想比啊。就抽到的我们都有了呢，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啊？之后才可以让他上阵吧，我是觉得。全民讨伐系统，方天画戟，何人敢敌？逃走不算吗？我又在强制我干嘛？也就算是他的兵符。